我上網 check 過㗎啦，好似呢排你成日就唔記得嘢啦，又頭痛啦，又坐唔安，食唔落，呢個 case 就係腦毛。咩聲啊？哎呀，大小姐，你係咪有耳鳴啊？你又頭痛又唔記得嘢，你叫腦毛真係越嚟越嚴重啊！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今晚八點翡翠台。